等一下，我们会后的分享哦。那我第一个，我想要邀请我们的阿关老师。好，因为他今天是全程最轻松的一个伙伴。那他听一听，我想听听他的今天的这个盛会之后他的感觉。阿关，老师，各位学长姐、各位哥哥姐姐，大家好。哥哥姐姐，就是我觉得这次大家真的进步很多啊。就是这阵子，因为老师很认真的线上课程啊，然后感觉得出来，大家都非常的认真在家里练习，那个功力真的，就是我会觉得很享受今天的那个音乐会啊。那可能也因为今天，除了我本身今天没有压力以外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就算今天我是展演者，我还是能够很享受今天的音乐会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跟以前都是提升很多很多很多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多到二楼。听听小宝贝好不好？这是他们帮我们做了那么灿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活海报哈。谢谢小宝贝，可能讲话要大声一点哦哈。好漂亮哈，嗯，那颜色很鲜艳。因为从五月疫情之后，我觉得也改变很多我们的生活，除了说假日都不能出去玩之外，必须在家里面练功。我觉得除了练功。追剧，追剧上班，觉得这个疫情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收获。我真的有第一次露脸，我也有录影，录音也录很多了，觉得也真的是功力有大增的，真的谢谢大家，鼓励我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我想邀约我们今天幽默曲的展演者最帅的富明大哥。可以啊。在线上看到很多同学真的是很认真，好拖一些作业，真的是功力大增，在家里苦练，那不妨过让我也在很认真的这样苦练，我拼下去，真的，对，然后聊了，聊了，干嘛呢？一直拍了又拍，剪了又剪。把它露出来，把这个比较好的影片啊呈现给大家看一下。棒的，也感谢老师哈、啊，这个很认真啊，这泼了很多的这个教学影片。当然我也很激活啦，我说写一些跟老师建立一些这个提议啊，也互相大家因为这个身上有一些动作可能就是不是很熟悉嘛，可能我就。不会，太棒了，谢谢。谢谢各位同学跟老师啊，这好几年的大家的相伴。谢谢好棒，谢谢富明大哥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老大咯，巧克力王子蔡文博先生。大年老了啦。其实老师教过我们，不是常去吹。没关系。老师说，我就吹那基本功，就练那基本功。然后他说，像这次也有破音啊，然后练这种东西。那老师说，你吹你喜欢的歌，把它吹好，吹漂亮一点，吹到人家听得很爽，那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这样热爱心。所以有时候，没有事你在家在吹的，何必说，哎呀，不错啊，你吹的这么。一个光明外了，哈哈哈哈哈！阿明搞错了，搞错了。那我就我在上工前嘛，每次都带着乐器上面去，到那晚上都几乎没有人，在那边吹，在那边吹。他有一次就是我一个大学女同学，她带一支鹦鹉，她带了一只鹦鹉，然后我刚好带乐器来，哎呀，我没拿麦唱过啊，他就把鹦鹉放在这个地方，
然后我就吹，他那一鼓就剁，就一直剁，一直剁，一直在看我吹，然后他不起来说，哦，那哪里？哎，我们就来那个蛋局老爷来唱卖唱，这样挺好看的。但是主角不是你，是这鹦鹉。这他妈的，啊，过路人都是在问，哎，这次你要几岁了？都没有问你几岁。姐姐聊了没？没有啊。大姐，大姐讲讲话。好了，我感觉说大家都很搞的安尼，啊，我是讲啊，我那阵拢觉得呢，想嫁人嫁人袂着，我真的就很佩服。棒。棒。我那个头起先呢，在那个彩排的时候。因为我一高兴，大家都在拍手，我都没有听那个背景音乐，都不知道，跟不上。啊，我的骨啊都一样，然后呀，老师后来再跟我提一下，我这个继续。哦，第二次正式稳了。哇，大家都在拍手，那我们就要注意他那个背景音乐是骨啊都一样是啊。啊，我才哎，我跟大家比讲，哎，我无啥听得到呢哈。啊，刚才听到经过搞混了，还好有跟上音乐啦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也很高兴啦，不错，好棒，谢谢。大哥要不要跟我们讲讲话？大哥要不要讲讲话？讲就好。哦，他讲就好。那我们今天最帅气的主持人，最辛苦的娘娘，剧组做好的很棒的，很棒的。演员的一些介绍词哦，也花了一些他的青春，娘娘。就是突然说要主持，虽然有已经可能没有人主持，应该也算是我了。那是那个，没有，还是已经转了。舍我其谁？对，舍我其谁？是不是一个一姐都没主持界的一个一姐都没有了？好，一个眼睛还一个手怎么样？很久了。哦，很久。还好他不是意外，不然可能是我。三八，不是，没有了，这个好笑的。他其实准备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，一直到今天也是都还蛮紧张的。他这是在后来慢慢音乐会慢慢开始，老师我们慢慢彩排，老师也慢慢的一个慢慢让我们，越来越紧张了这样子，慢慢整个身我们的身体都沉浸在我们的音乐里面，他就慢慢比较越。啊、虽然吹的时候还是小小手抖一下，看不出来，抖很少了，抖很少了，很大，就一次一次有进步这样子。那我们一个给杨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好，接下来。